1月28号，谢娜在社交平台晒出两张自己的美照，并配文：“龙星达达一人奖，听说是很厉害的大奖，都不要惹我。谢谢工作，谢谢生活，谢谢我的粉丝们。”并附送上你们要的夏季马甲线原图。镜头前，娜姐顶着大素颜出镜，在没有任何美图软件的修饰下，皮肤依旧好到爆。她身穿黑色露腰运动背心，搭配同色系运动裤，对着镜头大方秀出自己的火辣身材，隐隐露出的事业线分外迷人。人鱼腰和马甲线也是抢足了镜头。在昨晚的2019青春芒果夜上，谢娜收获两大奖项，分别是达达浪漫综艺、妻子的浪漫旅行和龙行达达艺人，这两个奖项也是分量十足。芒果拉新闻，娜姐的马甲线来个9宫格可好呀，不当。